大家好，我是大叔 Pizza， 今天9月6号早上10点钟，今天有这个新的秋池啦。除了这个铸造神的奥子新的装备池之外，还有这个光之起源精选的。今天大叔争龙去解纸的基本，今天一定抽啦。另外啦，如果你未有女神化身，都相当建议你抽的，因为女神化身就可以解开这个降身之光的字的基本。那好啦，不多讲啦，马上开抽，希望不用油煲底来。哇耶耶耶耶耶！我上个银魂就total 180抽，一次保底一次80抽，仲中好彩中晒两只。不过今次仲 fit， 今次唔使保底，因为通常都见亲大叔抽卡，你都知啊，通常都保底机会都好高，第一保。今次爽啊，十抽就出货。下个镜坦池我应该都会抽一至两次 SSR 嘅，咁啊两只我会比较想要传送门多个镜坦，因为叫做传送门有啲新嘢玩啊嘛。镜坦就当然有个真女超绝啦，咁但系两只如果真系讲特色，我一定会觉得传送门比较特色多少少嘅。好啦，咁啊祝大家好运啦，我哋下条抽卡片再见，拜拜。